今非昔比。分手后吴千语逼逼恢复平民生活，搬出林峰豪宅住租屋，连司机接送也没有了，那有多土。近日香港艺人吴千语和男星林峰分手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不久前林峰在出席活动公开承认了他和吴千语已经分手了，还被爆出和新欢相亲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吴千语和林峰分手后就搬出了林峰价值6000万的豪宅，住回了位于坚尼地城月租约1万多元的房子。不仅如此，曾经有专门司机接送的他，目前出行也改为出租车代步。从照片中看，以前出行都是背着名牌包包的他，当天现身时提了一个纸袋，不像以前那么光鲜亮丽。